现在呢，我在福星素食吃素的红面线。你看到这个红面线，是不是觉得非常的好吃呢？没错，我还没有吃，我等下吃完之后再跟你讲。就一般而言呢，这种下的酥酥的腐皮是我的最爱。这个面线蛮大碗的，也很好吃哟，可以咬到一大坨青菜哟。大家一起吃菜菜，这里还有汤可以喝哟。人活下来的唯一理由就是要好好吃拌饭，知道吗？拜拜。我忘了讲了，福星素食就是我之前的影片在讲紫翠四号出口出来附近。